人民网北京九月七日电，范群奇告别。九月六日上午10时许，在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十支队集体退伍仪式上，510余名服退老兵高举右手，最后一次穿着军装行军礼，同军旗告别，向军旅生涯告别，尊重与认同，就是对官兵军旅梦想最好的呵护。据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邵燕天介绍，该支队着眼新时代军队建设特点，认真贯彻新条令要求，在全总队范围内率先举办了此次集体退役仪式，就是为了给老兵们的军旅人生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据了解，在500多名退伍老兵中，有大副航天尖端产品押运任务的航天卫士，有一身武艺浑身是胆的楚突尖兵，也有默默在三尺岗台上忠诚坚守的执勤先锋。原乡市班长罗涛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动情地说，这样一种仪式对于我们来说凝结着我们作为军人最刻骨铭心的回忆。活动中，支队还先后宣读了退出信义命令，其中表彰了先进个人，颁发了纪念品，以此表达对这些为支队走在团级支队前列建设发展默默付出过的老兵们送上最崇高的敬意。此外，该支队还精心为老兵制作了20余块展板，纪念他们走过的军旅人生路，积极组织复退老兵专场招聘会，精心挑选11家地方企业进行集中宣讲，广大官兵反响强烈。刘锦润雷剑。